会帮助弱势家庭来度过今年的寒冬。春园国际有限公司常年热心公益，在皮尔卡登请聚文创园区举办爱心关怀活动，捐助自己进口名牌寝具1000份的棉被组给嘉义市东西区的边缘户以及弱势家庭，协助他们度过今年的寒冬。今天我们嘉义市充满的爱心，充满的温暖，由春园国际公司皮尔卡登今天呢办理寒冬送暖被的爱心公益活动，我们非常的感谢全嘉义市的各里长协助这一次的活动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春园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俊辉表示，连日气温巨降，除了关心弱势族群保暖的问题，也将发挥嘉义人的情义精神，因而发起这次的寒冬送暖赠送棉被的活动，一起集合大家的善意，让弱势民众能感受到社会的满满温暖与关怀。以上新闻由正声记者李芷妍采访报道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，正声广播电台。